你以为的上海好地段？哎，师傅啊，我有朋友住在外滩附近，这地段好不好啊？哎，成了，外滩用得着讲不啦？八年上海滩多少风云人物，谁把外滩比不过分啊？那我还有个朋友住在北外滩地段，好不好啊？北外滩老好呀，多少风云人物最终的归宿就了该北外滩。哎，是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老早的名字讲出来，侬就晓得了，地雷叫。哦，我懂了。那我还有一个朋友住在前滩那地段，好不好啊？前滩老早子没啥花头的，东方体育中心嘛。搿两年不对了，号称小陆家子哦，现在辣盖浦东也是数一数二的好地段。师傅，我已经发现规律了，在上海只要叫什么什么滩，那地段就不会差。哎，侬搿能介讲好像是有眼道理。上海也叫上海滩嘛，搿侬住辣啥地方啦？嘿嘿，我朋友都住什么什么滩，我当然也不会掉链子啦。我住的叫东滩。怎么了，师傅？东滩不好吗？好呀，高级地段，生态好，绿化好，有虾有鱼有鸟，搿夜到头人也没个，把国外一样的。师傅，我来投诉你，我感觉你在戳我。